今天晚上是民进党要开始担心的时刻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是一个空前团结的国民党，我们会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国民党。更要恭喜当选的朱立伦主席，也感谢张亚中教授以及卓前县长三位伙伴，是我们四个人的共同参与，巩固了国民党党内民主的实践。我也再一次的宣誓，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绝对不会变成小绿，我们不会畏惧任何的民进党的标签，我们要重建两岸交流的平台跟沟通的管道。